6月27日，一年一度2016香港小姐竞选，27位本地及3位海外入围候选港姐到将军澳电视城出席 Internal Gathering。范明诗师姐剑桥安久关可欣及曾于2013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获亚军的26岁陈雅思等均顺利入围。今天有3名海外佳丽加入，身高59寸的 Tiffany 刘样子甜美，表示她来自洛杉矶，更直言喜欢打篮球。另外还有24岁来自温哥华的 Bridget Shea 和23岁来自多伦多的 Andrea Su， 被视为大热的香港大学学生 pose 王冯莹莹，身穿荧光红色裙上阵，颜色显眼，非常吸睛。不过这天出现了另一位 pose 王德蒙混血儿 Daisy， 姿势多多，等他拍照时转了10多个 pose， 成功赢得 pose 王美誉。与往届香港小姐竞选相同的是，本届备选小姐的颜值也是饱受热议，美女如云，究竟谁才是最后赢家？So innocent now, but you lied so soon.